快来看房子，房屋买来卖去，赚钱才会快。爸爸，好慢哦。你听过奢侈税吗？2年内买卖非公自住不动产都需课征奢侈税。没错，实施3年已经有145亿的成果，也好了，多多平衡社会观感。还是把机会留给有需要的人吧。哇！投机客退场，轮到我们进屋了，请继续支持特种货物及劳务税，繁荣公益，幸福永续。